我很，我今天考试没有化妆，可是我回家特别化的。就有时候直播前会心血来潮想要画，没有到烟熏，但是网络上面就是模仿小松菜奈的眼妆。你们知道小松菜奈吗？一个很漂亮的日本女演员。看起来有差齁，跟平常的眼妆有差，平常眼妆比较可爱一点，然后这个眼妆就比较眼睛的形状嘛，有点往上掉，眼睛往上掉的感觉，就是它的眼尾这边。有听声音特效什么？我有新特效吗？咦，那是手势吧？这是什么？太酷了吧！就是终于比爱心不会是金刚跑出来了。现在有日月星辰，被骗。我也哦，有了。我想说被骗。谢谢阿正送的日月星辰，哎，这个好看，耶、yeah ！你看到眼睛吗？眼睛的部分是，特别想要解说一下我的眼妆，就是眼睛的部分。我觉得好看，这个好看，比那个金刚好看多了。谢谢阿正，耶、yeah ！用喷的，可是它就是充满了整个背景啊。嗯，看，是我的爱心不够标准吗？我怎么还没出来？我今天很闲，对我的眼妆是眼妆，对我的眼妆，我的眼线真的画的蛮成功的。今天左眼比较好看，右眼有点小失败，可是左眼是。它很像那个平行，那怎么讲？那叫什么平行四边形哦，还是什么？是那个斜的那个正方形叫什么？忘记了。就是照这个样子画，也不能这样讲呀。好像它有点像闪电形，就是它有点这样子 A 四形的眼睛，小松菜奈的眼睛。虽然我不是小松菜奈，可是就是我想要学它的眼睛，所以我画了这样的妆。然后就是稍微的用。眼影就是加深一点，就是这个眼角的部分，平行四边形。对的，我拿下我的小镜子，我会让我今天把我的包包弄断了，我现在超难过的。然后我要谢谢小雨的，这个是甜蜜之吻，谢谢。我刚才拿我的包包，然后突然看到东西，对，拿下我的小镜子。我把背带弄断了，超难过。我一个背超久的包包，就是它是 Lisa 的午饭，然后我把它背断，背到断。你知道我平常多爱用它？还有它今天不是在我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断掉，它是我在我坐下来的时候，然后突然我要站起来的时候断掉。就是加深那个部分，你懂吗？对啊，用那个什么可以修理吗？我觉得应该缝得起来吧，所以我今天来试就就看，就是它是布制的包包，所以应该缝得起来。缝起来要给它缝起来。我已经找不到地方买这个了，这是我最好的回忆呢。我人生第一次见到 Lisa 买的包包。谢谢余生分享直播间，谢谢触角可爱的帮你自己抓的，又还把我的刘海分边抓起来哦，谢谢谢谢阿正的星之冠，有没有露下我的眼妆最满意的这一边？你要怎么线缝？我还没有缝，我要挑战，其实我很不会做这种手工艺。耶、yeah, ，开始。我先把我包包里面的东西清空，不然你就知道包包平常装什么。好像也没什么不能让你知道的、啊，就是钱包啊，然后那个饮料套，就是《鬼灭之刃》的饮料套，这个就是我去买的。然后护手霜已经用完，快用完了，我应该把它丢掉了。然后梳子，就那种很菜鸟版的折叠梳，还有很喷爱心钱包小熊，大家超可爱，我之前在北海道买的。然后耳机啊，就是。在这个卫生纸，就是投10块钱会掉下来这种卫生纸。然
然后快已经没有的眼药水空盒，然后家里钥匙，然后两支口红，我会带两支口红，只是看心情换颜色。然后突然发现里面有个小垃圾，我要丢掉。嗯哼 ，USB 之类，还有卡。哦，我还有个发夹哎，空盒还留着，就是空盒先留着，我才不会忘记我是买哪一家的。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忘记收到钱包里面的一块钱，为什么这个一个喷爱心？就是这个包包，上面还挂了一只猪，超可爱的，所以我必须先把它摘掉。然后它连拉链都跟我一起脱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它怎么修这个包包。我有可能这一集毁了它，可是它已经坏了，所以我真的很难过。就是这个包包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还想办法把它拆掉，我不知道什么要把它勾在这里。欢迎来到我的手工艺频道，还是应该趁这个，就是它的这种，它本来是长这样子的一个包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包，然后它就是你看断掉，就它这个地方应该是缝在这个上面的。可是我今天背着它，突然就这样子轻轻的掉了下来，然后就直接断掉，然后就这样子。不建议用什么？那我要怎么救它比较好？你看它本来是长这样，感觉我手也穿不过去，而且它有点像是，就是它这个接合处，我现在开始研究，就它的接合处有点像，就是它有点融化的感觉。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感觉就是用打火机烧过的感觉，然后它的拉链还顺便一起掉下来，它的拉链在这边，不知道怎么会断，我也不知道，太久了吧，因为我已经用了快两年了，拉链要怎么救？拉链要把它弄回去吗？超级无敌困难。欸，我弄回来一边了。拿另外一边，晚安 CJ， 晚安大家，晚安。可恶，那你修电帮忙修，不然我应该修不好。我就是今天就是自嗨，自以为自己可以修好看看，然后就不行的话，就真的就去找店修理吧。毕竟连拉链都掉下来了。有点惨，如果不可能放弃它，我还是把它收回去好了，老实的让它待着。拜拜，去旁边。太难过了。教你用，你会修拉链吗？它这个已经直接坏掉，用叉子修拉链，太酷了吧？可是我现在旁边没有叉子，这个方法太创新了。大家可以来 Google 一下怎么修比较好。要整个换掉，好不？那就整个换掉。为了这个午饭，我可以把它整个换掉，我也没关系。有的，我在看我的那个 IG 账号。啊，零一的厌世照很好看诶，我觉得封面还好，可是这个好看，我喜欢这张。这个好呢。
大家都留言喜欢第三张，哎，很可爱，啊，いいね。嗯，大家晚安。他又更新了一系列了，昨天有更新我的夜市在哟。喜欢我自己夜市，喜欢啊，当然喜欢。我喜欢。翻一下，突然找不到自己。我最喜欢封面照，我自己的封面照。最后一张露眉毛了，我有点尴尬。观众变很会，谢谢想到那么棒点子啊！夜市照什么的，大家不快去留言，快你们去那个留言了没？你们去我的夜市照的地方留言了没？去夜市照的贴文下留言了没？刷一波，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觉得天啊，这根本就是为我量身设计的主题啊！就是以前拍，从以前到现在拍深血，就是最常被人家讲说笑笑开一点，笑开一点，笑僵咯这样子。然后就是哦，觉得我微笑很累，拍照的时候微笑很累。如果遇到开心的事情，当然就笑得出来。可是就是拍照的当下不会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所以就很难笑出来。我现在当然已经可以了，可是就是以前最麻烦就是笑不出来这件事情。从来这个深血菜鸟的时候，笑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学习怎么笑吗？为什么会？我来，我把这盒放到旁边去。谢谢。对啊，练习怎么笑，真是一个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事情。哎，我本来想要秀一下我的新特效，结果竟然跑出来，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对啊，这次夜市照从来没有，完全没有人在讲我表情了，就是很顺利的就拍完了。我记得 Mina 拍很久，Mina 拍蛮久的，然后我一下就拍完了。哇，雨林露额头很成熟哎，每个人露额头感觉都会变成熟，果然就是有妹妹头刘海。可以帮您重返年轻之类的。我刚才在滑版面上大家的 po 文，大家今天 po 了啥？我来看一下。哦，对了，就是说到花卷酒这样，周末瑞婷晚安。我也想玩，太酷了吧？那是什么？你说什么太酷了？你说我的这个吗？出来呀、啊！谢谢我的。星星，我的星星，星星，摘一下星星，很酷的吧？它比那个之前那个，我们在示范演示照是在 Hello， 之前版是猴子哎、欸，就是之前版是这个，之前的比爱心版是这个，超丑，我觉得超丑。然后后来谢谢阿正给我这个。耶、yeah, ，这个好看多了，星星点灯。哦，我的肚子，我的那个抱枕压到那个音乐。看表情，屏幕那个，我滑手机就这个脸，真的，我滑手机就这个脸。嗯，哒哒哒哒哒。
怎么样，瑞婷来我的台，你要来集彩虹勾勾吗？希望瑞婷也可以来我这边连，就是连续观看100次，可以吗？我这样给瑞婷施压，他会不会等下就离开了？不会。哇塞，我努力，耶！你们讲太阳都有忙完，好，好用哎、欸，这个东西，我又压到我的那个音乐了，是在 Hello。我们不逼小朋友做这种事，我们不逼未成年人做这种事，没关系，没有关系的，真的哟。好哇伊，谢谢。说好的不争呢？我们良性竞争好不好？就从竞拍我开始。看，200元起标。我只要一专心滑手机就厌世、欸，那我把手机放下好了。我在找什么东西可以造成今天的话题之类的。对，我大家想要先谈就是乐团的 #hashtag 活动。好的，就是我们的 Puzzles 就是举办了一个。因为我们本来要到街上去发传单，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活动的预定，可是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个活动。现在介绍的 Puzzles 就是这个团，这个乐团，我们是一个乐团，然后我们是来自 AKB48TP 的乐团。所以我刚才滑手机，因为我在找有没有什么，我在滑那个官方 IG。对，就是取消发传单这个活动，可是我们。虽然很可惜，可是我们改了一个进行的方式嘛，我们改成了我们会每个人手写一封信，类似像信一样的东西，然后里面会写着我们就是这阵子的练习的心得，还有就是一些期许之类的，然后写在里面，然后我们会把它折成一架纸飞机，就是呼应我们的那个要表演的曲子365天的纸飞机这样子。然后就是折成纸飞机之后，会在 #hashtag 活动里面抽出粉丝，然后把我们大家的纸飞机都送出去，这样子。对，那个传单真的很好看，对，所以就觉得很可惜。然后这个可惜的心情，当然就是有写在这个纸飞机里面。对，然后我们 #hashtag 的活动就是很简单，你只要发一篇文在 IG 上面，一篇公开的贴文，因为要公开我们才能看到，然后公开贴文，然后可能可以在里面照片就是随意。就希望尽量是跟我们的 Puzzles 有关的图片啦，然后也可以就是你们自己的图片之类的，然后内容文章就可以打一些就是你们的想法或者是鼓励的话，还是就是这阵子看影片看纪录片下来，还是看我们的个人 IG 下来的想法之类的，然后把这些话打在文章里面，最后只要在文章的后面 hashtag the puzzles go， 对，就是先告诉大家怎么拼，嗯。要写出来吗？写出来 会比较好。就是有没有纸啊？好像没有。怎么会这样子？我的那个以前的画本，哎呦，也是空白的，可以写一下。我的笔。我把那个有画画的地方先移开。OK， 可以。
因为我们的团名写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所以示范给大家看。现在感觉有，等下就有人在下面用打字的帮我，没关系啦，也是可以用打字的帮我告诉大家怎么写啦，可是就是这样子，我好像。对啊，你们用打字会比较方便、啊、我们的够小写哦，小写。大概像这样子。我没拼错啊。对，很好。大概像这样子，只是 hashtag 就好。然后我们之后会从这些所有 hashtag 的文章里面，然后抽出几个，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抽出几位粉丝，然后送出我们所有的纸飞机。可愛かった。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还要 tag 关账吧？哎、欸，要 tag 关账吗？好像要 tag 吧？那就 tag 一下呗。那我再画个 tag。我印象中是只要 hashtag 那个就好了，因为 hashtag 的时候我还要关账，好吧？我又失格了。我先说字了，怎么办？怎么办？要 tag， 那就请大家再 tag 我们的官方账号 AKB48TP， 不要 tag 到成人账号，这样也是可以的。只是就是没有用。我很想讲就是 hashtag 啊，不然还是标注啊，这种东西就是每次都会打好了，分好了大小写，然后最后你按了确定以后，它就会突然变成全部小写，所以我就有点不知道，就是 hashtag 就是标注到分大小写，真的是，假如立刻还要等他感情稍后，嗯请标注 AKB 哦 AKB48TP， 然后就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踊跃一点参加这个 hashtag 活动，距离我们表演的时间还有剩不到十天，对，我们表演的时间是4月30日的晚上8点在这个平台 浪 life 这个平台，然后我们有一个 AKB48TP 的官方账号，就是官方的浪账号，不是我现在这一支，是在 AKB48TP 的官方账号里面，我们要进行直播演出这样子。然后如果我们成功的演出了这首歌，然后并且在线观看人数就是超过300人的话，那我们就会出一张单曲这样子，就是 The Puzzles 的单曲，我们就可以成功出一张单曲，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对，我还是会分大小写，像我的贴文都还是会分大小写，我就变得不会去点确定。谢谢大家，主要是希望就是大家都踊跃参加这个活动，然后让更多人就是看到这些贴文，然后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们。那我也会就是在这两天，我也会发一篇类似示范的文嘛给大家看。那请大家多多期待，身为团长我会好好加油的。谢谢阿珍的星之冠，谢谢阿珍的妈妈，谢谢阿当的星之冠，谢谢，耶、yeah ！这样我也给抽奖，我应该不会抽了。
我应该不会参加抽奖吧？我刚好去跟你们当分母嘛，这样你们不会，这样你们抽的几率就更低了嘛。嘛，谢谢小雨的新之冠，耶！然后，对，就是要说了，今天最重要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关于我们 hashtag 的活动这样子，就是希望 hashtag 可以有更多的人，就是踊跃的参加一下，拜托参加嘛，参加嘛。对啊，万一抽到自己要写给自己什么，很尴尬哎，抽到自己的纸飞机，有些尴尬，先不要。反正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就是请大家多支持我们的这个 hashtag 活动，因为现在的 puzzles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没有办法出去宣传的状况，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宣传我们的活动的状况，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在家里然后做这样子的宣传方式，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谢谢传单，你还抽吗？我也很想要那个传单，因为那传单都被我们收走，所以没有你们的份，没有啦。就是刚好，因为我们就是直播的形式，所以这一次就是如果不在平常没有办法来台北，还是没有办法来台湾的粉丝也可以，就是一同观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我们本来的通关条件是，因为我们本来的活动表演的方式是要在外面，就是我们真的要出去现场表演，我们本来要做一个现场表演，然后表演这首歌，然后当初的门槛是任务是。观看的观众要超过200人，然后要成功演出这首歌，然后由于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取消了这个演出，那改成了，并不是取消，就是改成了直播的方式进行这个任务，最终任务这样子。可是我们的门槛也变高，就是变成在线观看人数要超过300人。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毕竟是一个很。该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乐团的企划，其实在 AKB48 Team TP 里面是就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在我们 Team TP 里面，先说 Team TP 里面，我知道就是 AKB48 前辈们就是也有一个就是类似像，虽然他们就是类似像乐团的这种形式的歌曲这样子，可是，在 Team TP 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就是没有过这样子的，然后。能够参加这个企划，就成为企划的一员，我真的就是很开心，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个企划可以继续下去。然后不知道能不能在线收看，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线收看的人数。可是当然，就是热度越高的话，就是讲真的，就是热度越高的话，在这个直播平台里面会进来的人更多。所以就是看各位，对，可是就是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进来观看，主要就是最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进来观看这样子。咸鱼晚安，你好。怎么觉得我最近越来越会讲话，就是讲话越来越深了？没有，我自己讲，没有，就是最近开始喜欢装模作样。好，就是类似就是像这样子，然后。谢谢李佳丽，为什么有这一盒？谢谢李佳丽送我甜蜜之吻，谢谢嘛。好，就是，我刚刚讲到哪？对，希望这个企划可以继续下去。我先充个电，等我一下。有吗？哦，充电了，哦，哎，对对 ，OK， 哎，为什么没有？什么东西？哦，那个，喝的。那就跟我上次一样，就跟我上次没有拿不到新之冠一样，还要进来直播间问大家怎么弄。对，就是类似这样，然后就是这个企划，
毕竟就是很可惜没有，本来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可以在大家面前表演，就是乐团这样子，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取消，就变得没有机会，就是第一次的任务要以这个形式下去，所以就当然会希望这个任务可以成功，我们之后才有更多的机会，就是到等这波疫情结束以后，然后真正都安全了以后，确定可以在外面表演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出来跟大家见面，就是出来跟大家表演这样子。所以为了这样，希望大家可以都来看我们的直播，都来看我们的表演直播这样子。就是来自于团长的一个请求，就是毕竟团员就是大家，其我们另外四个人大家也都练了，我们五个人都练了，就是蛮多的时间，然后经历了一些，虽然就是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多月左右，然后一两个月这样子，可是就是中间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大家都很看重这个表演，然后也。像上次就是看到大家比较情绪低落的时候，虽然我也是情绪挺低落，可是就是因为在乎，所以才会大家也是，就是团员们也是在乎才会难过的，不是吗？就是不管是谁，所以希望大家的努力都可以好好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然后表演一切顺利。我觉得大家都很好，不管大家觉得自己就是在乐团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觉得自己的知识还是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到其他人那么好之类，就是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就是先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就是进来这边，你有这份想要为这个乐团出一份心力的这份心意就可以了，就是这就是最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有这个，你有才能，可是你就是对这个乐团完全没有兴趣，那其实大家也就是，我还比较希望就是一个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厉害，可是就是对这个乐团充满热忱的人。像我就是可能就是属于对乐团充满热忱的人，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跟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团乐团这样子。希望粉丝的贴文能给你力量，对啊，希望粉丝的贴文都可以带给成员们力量。所以我前面那天除非地震火灾，否则已经排除万难再加说了。对，地震火灾我们应该也没有办法演出了啦。那怎么算直播人数呢？我记得我们这边应该看得到吧？就是像我不是可以查水表吗？之类的这样子，不知道。唉，真的很紧张。我觉得从啊，就是一开始大家谈就是哩哩啦啦的，然后虽然大家各谈各的时候都很好，可是在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会乱乱的。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慢慢的听取周边大家的意见，然后听一些建议啊，然后多练习几次，然后多讨论几次，多听之类的，就是这样子下来，大家还是就我觉得进步蛮明显的。他在谁家伯乐的照？大家保持平常心。30号。啊，三十二级，有嘎子吗？是吗？是，哎，一级嘎子，二嘎子，三嘎子，有嘎子吗？是吗？还是忘记西嘎子？对，四月，然后30号，夜の台湾の時間の8時から。夜の8時だから日本時間の是9時日本時間の9時夜の9時から对不对？我有好像有刺啊，没有耶，是星星的，就是这边有一颗星星。
夜の8時8点。我耳朵这边变成环了。梦花火，大声啊！对，就是大概这个时间，谢谢。哦，是这个吧？这个有点，它是三角形的三角锥，这个。好的。来看看。玲玲发文了，算是14个小时前，可是我现在才看到。他有时候那个演算法都很奇怪，就是他会把一些很晚，就是发很久的文，然后突然浮在第一篇。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宣传性啊？最近，想一下。你醒了，好久不见。四月と九月の読み方が特別難しい。对，我今天练习，一月，然后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是吗？还是然后八是八月吗？八月，然后九是九月。然后十是九嘎子吗？是吗？我会那个几日之一他几，然后胡子卡米卡尤卡伊兹卡努伊卡，然后纳诺卡尤卡可可诺卡托卡。好，我不会了，看开的。后面应该比较简单吧。厉害，谢谢！我背很久。文字卡西，它有点少。我觉得是日文真的是太有趣了。你知道日文的几月几日，就是他们数字的数法又不一样，我都被搞混乱乱的。浩毅晚安，晚安浩毅乌，他念乌还念 X。X， 我念注音啊，我念乌乌你好，晚安，王子狗狗晚安，国树好，谢谢阿当的草莓跟凤梨，谢谢。七月啦，晚安。好的，反正就是以上我们的那个乐团的 hashtag， 我再宣传一下，就是乐团的 hashtag 活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加，然后对，只要大家发一篇公开的贴文，然后标注 AKB48TP 的官方账号跟 hashtag the puzzles go 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然后可以获得成员亲手完成的纸飞机，然后里面会有我们亲笔写下的讯息。头发是变短，没有，因为我把它往后拨，所以看起来会比较短，这样子，耶、yeah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多多宣传这个活动。还在构思要怎么写，好，慢慢构思，就是我知道，就是可能用心的讯息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想它，灵感需要灵感。抽啊！就这样，直播过去了快一半，好快哦！我前面讲那么多宣传的话，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就是多多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对，还可以宣传一下深写预购，明天最后一天，我刚刚在讲什么？深。宣传一下深写预购，明天最后一天。好，那既然
对升学的预购，那我今天晚上或明天来发一篇文好了，就是我来发一篇，那我要选一天发 The Puzzles 的贴文，然后一天发就是升学宣传。为什么刚刚突然爆炸？我明明没有比爱心，然后我现在比他就没有跑出来，好随便，就是升学贴文。对啊，最近想多发一点文章，因为现在都没有活动啊，所以就想说多发文章好了，不然大家都我的版面好冷清啊，你们会不会忘记我啊？看我厌世的表情了没？谢谢 CJ 送的果汁，谢谢 Juice， 谢谢 Juice J U I C E。尾鱼晚安，晚安安。哎，我今天的妆容就是非常的厌世，我的眼妆非常的厌世，就是我特别。画一下，比就有啊，它就是一个手势特效。嗯，我觉得我眼睛今天画得很成功，它真是闪电型哎。不同的眼睛真的会改变那个不同的气氛啊！你看，我把他们眼线遮，等一下完了。这几天下来，我本来前几天说我比较喜欢高奈莉亚的，可是我今天蛮觉得比较喜欢米娜那只，米娜那只母咪母咪行动动对那个比较喜欢那个食物优吗？绝对不是，因为是佐仓绫音，喜欢木恩，我也喜欢木恩，没有，其实木恩那个角色比较。没有对中我，可是他的中之人有对中我，可以了啦。想要我啦，你就是木恩啊，你是木恩，你不是木恩，你是佳丽。可是你的 CP 是木恩。对啊，我对，我比较喜欢书用那种类型的，不好意思。卡哇伊，他说很恶心是这样。哎、欸，就是你不然摸错地方还被他骂恶心哎、欸，就是我只是想摸头而已。他有这个摸头系统真的蛮赞的，占领的时候有这个。我摸头次数用完了。好吧，太难过了。我没有乱摸，我就摸头，然后他突然摇头。摸头系统，对，他可以摸头。嗯，蛮有趣的。好感度多少了？21。可是最近还是比较常玩那个啥来着，邦邦。对，我最近还是很喜欢玩邦邦，赶快每日登录一下。今天因为考试的时候才没有那么早登录。登录完成退出，好，就是每日要做的事情就是登录，然后再退出这样子。我在想，
哦，没事，好快，对，就是等一下，然后马上退出。谢谢焦急闪送的 love， 谢谢。我的棒棒级等，我棒棒现在应该50级等有吧？我看一下。我 Love Live 很久没有玩了，所以我 Love Live 现在还是停在100多等，就是跟我一起玩这个游戏的人都已经200多等，我好还在100等。美竹兰的粘土人超贵，我觉得这是粘土人有些真的是很贵，你要看，就是如果是那种可以很多很多配件可以装来装去那一款粘土人都很贵。我现在63等。忘记它叫什么，然后还有一种精品，一种模型嘛，叫 Figma， 这种东西也超贵的，就是关节人偶之类的那种，也超贵的。我以前大概一两年前有收集那种东西的习惯，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基本上都不收模型了吧？我最后一次收的大概是约定的梦幻岛，就这样，然后就没有了。而且那应该是我去年订的，然后今年才到，这样子，就是我去年风靡的时候订的，然后到今年才到货。一个嘛，我也买过几只，我买都是 Love Live， 都是海味的。我 Love Live 的东西真的是可以拉一箱东西出来给你看那种程度。然后现在导致我不知道把他们收到哪里，就是不知道怎么收他们，就把他们已经占据了我一格的抽屉，就是我一格的衣柜。嗯，然后那预购品每次都预购很久，就是他可能今年四月要卖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去年十一月跟你开始预购了，然后他会跟你写说就是几月才开始贩售，就是你现在可以预购，可是他几月才开始卖这样子，对，就是很等很久，就是我以前很疯周边这种东西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预购新的东西，只要我觉得不错，我就会订。然后他大概订都要等个快半年的时间，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然后你收到的时候，就是东西来的时候，你还会想说：“哦，原来我去年有买这个东西哦。”这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都尽量不要货到付款，不然我当下一定会忘记，然后我就会来不及存钱。大家不可能直接等再版，现在买那个动森的也都是这样、啊、就是 买那个动森主机也是很多有订到可是被砍单，然后等到天荒地老这样子。话说我动森这两天都没玩、欸、就是我有点焦急斗志嘛，希望我这两天可以重拾这个游戏带给我的感动，其实没有到多感动啊，就是也还好，该怎么讲，有点冲动性的买这个游戏，然后玩了以后发现好像对我自己没有太大的，就是好像也没有到我预期中的好玩呢，可是的确是一个可以长期游玩的游戏啦，我还是会继续玩，只是我不会像大家一样那么疯。对，我真的觉得就是居家隔离的人，我平常过的生活跟居家隔离没什么两样啊。就是如果扣掉上学的话，那应该讲说我去年真的是跟居家隔离没什么两样，就是我去年上基本都不怎么出去了。动森跟朋友一起玩啊，我觉得零一有在玩的样子，可以跟他玩。可是我会员啊，我们俩都不是很想买。就是他 Switch 游戏里面内建的所有线上的功能，线上跟朋友连线这样子这种功能都是要买会员的，你知道吗？就是要买 Switch 会员的。我说的连线是指那种你在家他在家，然后你们要连线一起玩的这种功能，不是就是你们俩见面的，然后一人拿一只遥控器这种连线，这个连线当然是不用钱的，可是就是如果你在家他在家，然后你们两个一起玩，这种就要连线的，这种连线就需要买会员。因为我之前玩的基本上都是，对，见面连线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之前玩的游戏都大概都是七弹大作战，可是那个好像也可以连线，可是我那时候比较偏向一个人玩，然后也是玩很多塞尔达，还是一些不需要连线的东西，所以我就没有买会员。动森要连线比较有趣，真的吗？我是觉得就是我现在挖那个铁矿挖到有点崩溃了，因为就是挖不到铁矿，然后他一直跟我说
就是我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只挖到一个铁矿，然后他跟我说需要30个才可以开商店，然后我看每个人都开得比我还快，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挖那个铁矿。我明明就没有吃水果，然后我还是挖不出个什么东西。自己玩七蛋七两哪会？他还有那个剧情模式啊，剧情模式破完，然后我就每天就自己线上玩。我现在到现在还是每天都会玩七蛋，睡前至少会玩一场这样。买卷出岛挖，对，我也在想说要去挖别人，可是把别人石头挖破是不是很没水准啊？因为别人的岛上也是一天一颗石头啊，然后你也一天一颗石头，啊，你挖破你的是别人家挖，有点。而且我又很不会控制我的那个，控制我的力道之类，我等下把人家的石头挖爆。对战为主，对啊，对战啊，它就是对战游戏啊，就是你可以线上连线跟不同玩家，可是你如果想要指定跟朋友连线的话，可能就需要那个吧，需要会员，要组队那些的就需要会员吧。哎，没有，是线上连线就都要会员。那我之前好像有买会员，我之前买期待的好像有买会员，可是我得忘记，我好像只买，对，我好像买会员，我买到一个自己忘记自己有会员了吧，所以我表示我现在动身是可以连线的嘛。不是，我比较不会把石头砍爆。对啊，我就剩两颗还一颗，然后我挖它就爆。我忘记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你们知道《七蛋大作战》是日文版的，然后他那时候就是我要玩线上的时候，他就有跳出一个通知，然后就是讲说哦，一个月缴多少钱，然后就可以线上连线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按了好，就是固定扣款这样子，然后我就固定都有在买会员的样子。可是我最近不知道啊。最近，难怪怎么每次都会多一个，我妈都会问我说为什么多一个。好，没事。那你怎么支撑上去？还是可以啊，我剧情模式也会一直破。它剧情模式还蛮好玩，因为它剧情模式就是有点像是在闯关的那种感觉。花钱不自知，可是那个 Switch 的月费没有很贵啊。而且我跟我弟弟一起用，耶！虽然基本上都是我在付钱的，包括就是每次买游戏都是我在付钱。好，不要抱弟弟不要。我刚刚讲什么？然后我看过，就是小樱花前辈玩过。嗯哼，那就剩下零一没有买会员，那我要就要去买会员。谢谢小雨送的真情告白，谢谢，谢谢，耶、谢谢嘉吉长送的通宝箱，谢谢。哦，获得233浪花的翻白眼，笑死！傻眼！你知道蔡桃龟骂小傻眼吗？我蛮喜欢蔡桃龟的，我有跟你讲过吗？我觉得很可爱。怒るやつ間違えたかも。大丈夫です。好笑、哦。
好的。开一个东西，等一下。对，那个抖音啊，就是大家有空的话再帮我去多看个几次，虽然我不知道就是你们重复看会不会增加那个观看次数，可是应该是会增加的吧。我有一个观看人数快超过一万了，冲冲！重复看还会吗？真的吗？我还差200次观看就破一万了，欢迎大家前去观看。他竟然还可以重复看呢、啊！嗯，啊，看那个就会很早的砍子，谢谢，一看多次，谢谢各位。我在找没有。一些最近的东西可以给大家看。嗯，好像那个是。之前在计程车上面拍的照片，无用消息，所以我还自己打嘛，因为脸表情太呆了。公布一下未公开照片，就是刚刚的那一张 Days。打码都要自己帮自己打码，因为表情太呆了。可是我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打看，就先用这个很没有意义的一张照片。嗯，好，这是某一天想要记录眼妆的时候拍的照片。完全看不到嘛？对，完全什么都看不到，还看不到上面的表情。它这个明明是一张蛮可爱的照片，你看，只能这样子看了。很没有意义的一些照片。赞赞赞！我也很喜欢记录我的眼妆。我现在还有一个拍得很清楚记录眼妆的照片，我跟你讲，就是我真的拍整只眼睛，然后我拍得很清楚，很像那个卖隐形眼镜广告的那种照片。这个，可是我的眉毛拍的没有很好看，就是我自己记录自己的眼睛。我很像在拍隐形眼镜广告，超好笑！我有拍超久才成功。那我还特别找了那个美瞳的广告，就看起来是真的很像在拍美瞳广告，好笑。然后我本来就是想要传那个照片给我朋友，就是说，就是哎、欸，你看我的眼妆画怎样？就他竟然问我说你的隐形眼镜在哪里买的？他也想要买一副。就是你知道常常我在网络上面啊，就尤其是 IG， 然后我会看到很多眼妆，因为我很喜欢看眼就是化妆的教学的那种贴文。然后有时候看到那些化妆教学贴文，就是他的眼妆画超美的，然后他大概放了五张图，第一张就是一个很美的眼妆，然后我就想要滑到第二张看他是怎么画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不是美妆的宣传，他是隐形眼镜的广告，就是他其实是在介绍他的隐形眼镜，不是在介绍他的眼妆，可是我觉得他的眼妆名就比他的隐形眼镜还吸引人，然后就会很气，很想要学会他那个怎么画的。我真的很喜欢化妆，就是
画眼妆那些的。对，所以我喜欢就是我化完妆以后，然后开直播，大家会注意到我的眼妆不一样啊之类，就是会觉得哦有成就感这样子。毕竟化妆的东西就是比较一成不变。这就是我一直练习下来的结果。我一开始也是化妆很手残啊，就是我一开始的妆真的是惨不忍睹，就是大家可以去观摩我的第一次直播之类的，就是会发现我的眼妆非常的惊人。也没有那么恐怖啊，可是就是看得出来很菜。对啊，而且我戴隐形眼镜速度很快哦，因为我每天都会戴。我之前很喜欢戴透明的，可是我最近开始喜欢戴有就是有颜色的。可是我喜欢戴自然，就是有颜色可是自然的，不要放大，然后不要奇怪颜色。这是我最近的兴趣。嗯，吃个奶油。昨天大家有看那个吗 ？ET 吗 ？ET 的那个直播。这算是我们久违上的节目吧，就是最近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去，所以。嗯，近期的节目很少、哦。耳机档直接爆炸，为什么爆炸？你说节目吗？还是说现在我的直播？应该是节目吧，因为他们有时候吼太大声，然后那麦克风就爆麦。我是能理解你们在讲什么，尖叫声，然后有时候太大声会爆麦。还蛮精彩的、啊、昨天，还好我没戴耳机，我也是，我昨天是用电脑看，所以就没有戴耳机看。对不对？动物妆我也觉得很可爱，可是就是 Mina 的那个妆真的要吐槽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脖子那么短的长颈鹿，我觉得很好笑。零一青蛙超可爱，我觉得超可爱的。嗯，我刚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东西，可我没点到。好，我直接用这个。因为自我介绍太长，对，它前面本来还蛮尬的，就是前面那个放式的那个地方就是有点尴尬，然后他站起来马上就是一连串的惊为天人的那些机关枪，连珠炮不是连珠炮，就是一个机关枪自我介绍，然后超级无敌快的讲完了一堆自我介绍，我到现在都记不起来，不好意思。原来自我介绍我在荧幕前动成乒乓，这是他的专场。如果你有被动成乒乓，表示他成功了。本质说是，虽说是讲笑话，可是就是虽说是讲笑话，可是本质是冷笑话，对，超冷。不是想穿动物装，穿哪一套？当然是熊熊呀。一分钟自介会表演什么？好问题耶。我看，我想一下，一分钟可以表演什么？我之前在节目上表演过什么吗？一分钟的。嗯，哇，弹钢琴的话，感觉不会有钢琴让我弹的话，如果不是弹钢琴，跆拳道还可以踢进泳池，好好笑，我可以考虑一下，可是我觉得不行，可以吹几哦不错，那几套选的话，嗯，昨天有哪几套啊？想想啊。面面那套是什么？面面是牛。
那我应该选品涵那套吧，皮卡丘，不然就选熊猫，这两个觉得比较好看。七七那个到底是羊还是独角兽？七七的那件衣服就是好像是独角兽，可是他出场的时候戴了一个羊的发箍，然后导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欸，他是羊哦、喔、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羊吗？然后后来他跳一跳，然后就看到他的后面那个衣服好像是独角兽。我不要吹直笛，我吹直笛会忍不住想把它吹好。飞踢进去丑池也很有看头，穿那样的飞踢嘛，实在是有一点。我先笑场吧。反正昨天真的是太有趣了。很久没有就是这么静下心来，然后把一整个直播看完。大家可以去看啊，大家去看昨天的直播。林夕弟弟还是超好笑，他们两个夹很紧哎，就是他们到整个转到侧边的时候，他们还夹在那根上面，然后最后才两个一起摔下来。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七七在打的时候，林一直在后面就是控制平衡。我觉得他们很有，就是他们很有战略性，就是他们七七就是被打的时候，然后林一就在后面负责控制好平衡这样子。虽然因为林一在后面根本就打不到，所以他就是负责控制平衡，不要摔下去。战术家。然后我想打哈欠的，哦，舒服。但我觉得那个动物服装真的其实是蛮上奖励的，因为真的蛮可爱的。七七打二，七七就是厉害，七七为我们挡下。妮可晚安，那个不是惩罚，没关系啊，就是总比扮丑跳舞好。我觉得穿动物装跳舞太可爱了。七七太下手下了，对啊，其实七七真的是太那个，七七人太好了。七七，我觉得最好笑就是七七说我不忍心，然后下一秒被人家爆头，我在荧幕看到狂笑，超好笑。如果今天是我们在对面跟七七玩，他会不会全力以赴打我们？你觉得？可我就马上被就是翻下去这样子。对啊，七人太好了啦。Jimmy 晚安，可能会见血，就是明明是枕头怎么打出血来了？对啊，期待之后有这个类似的机会可以跟成员一起玩，直接被施压。他直接眼神攻，就是七七直接一个眼神，我们自己自动倒下去好了，就是直接输，直接我们自动投降。Daisy 跟 Bellflower 对打嘛，那 Sakura 怎么办 ？Sakura 怎么每次都在选项外？但我们 Daisy， 你说我们 Uni Daisy 跟 Bellflower， 我说如果我跟七七我们在对面的话，对，那我要派谁跟我一起比较会赢啊？我们要派出我们的。派出我们的施压，对，帮我们施压一下，看谁的眼神最可以杀人。那我就当炮灰，我就做第一个，然后我就被打下去这样子。六六你好，晚安。反正我觉得昨天那个节目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很多环节都蛮特别的，那个游戏感觉都蛮有趣的，之前都没有看过的游戏。头发怎么后面可以那么失控？前面已经完全直掉了，然后后面还翘得很开心，我真不懂。
后面看得到，我会感觉得到他在翘。我本来想说就是直播那不要卷后面好了，可是我想说不行，因为我转头的话就看到后面他。那影片我们最近这阵子拍的嘛，面面那个影片，你们说他之前发 IG 的影片吗？看看，嗯，好方便哦，可以一边滑一边直播，随时都可以查到要需要资料。面面发什么？你是说什么猜歌的吗？突然不知道说啥，只觉得昨天夜市照太赞了。我也觉得昨天的夜市照真是，我一直在等待我的夜市照出现。对啊，哦，是例子，难怪我想说面面上片不是年初的事情吗？看一下，哦，对啊，这个也是就是前阵子拍的。呵呵，好好笑，栗子不要打，不然栗子不会这样。栗子满九说要看一下。超级无敌。超级无敌，超级无敌没有用的礼物。怀念小雨。突然有那个动力了。我觉得很好笑。对啊，我的想法真的是理财姐啊，当下。大家都礼物很好呢。而且我基本上我答案都是投理财姐，就是我偷听到他讲什么，然后我就赶快就是要公布答案的时候赶快修正一下这样子。当然是我们的，我大概把它看完。对啊，反正我有赢有输的，福利又不会减少，对吧？韩是我的，这是泄密官，他必须要保证我的胜利。赞叹友情。我按照我的音乐是这样，气死我！哇！大家今天比较忙吗？怎么觉得今天来看直播的人比较少，而且是比上次少很多？没办法，最近直播真的越来越无聊。那怎么样来给直播好玩一点？下次去问面面嘛。还是因为我脸太接近，所以我脸一直曝光。哦，今天七个人直播吗？今天第一次来播的直播，谢谢发友，你好啊。
跟大家撞时段太痛苦了。刚刚十一个人有那么多啊，哈。但是我之后不要播礼拜二了，一直跟大家一样，虽然是滴滴地狱啊，但是就是人这么多，然后还是选择来看我的直播的各位，送给你们一个星星，很多星星，一人一个，应该分得完。还好不是滴滴，我说阿正不是，接下来。耶，接住星星！我现在很尝试在眨眼，可是有点困难。Yeah, OK。左眼没有办法，右眼是极限的话，我真的不会 wink 都是太困难了。哎。脸部特效之前更新了很多，可是我觉得还是只有清新花儿最对我的那个胃口。还有更惨的 wink 知道吗？就是这种早期初期的 wink 就是这样，非常的不知所措。用一只手抵住的话，另一只眼睛就张得开，可是这真的很困难。放弃。我也是长这样的时候在拍照，对啊，看起来超级像眼睛肿，真是近视。哇，赢了！而且双赢，两只，好久不见 ，Ken Ken 健轩，好久不见，好的呀，宣传一下我的深血针，我们的四月深血针明天是最后一天预购哟。希望大家可以预购一波，预购起来。我们这次深血的主题是那个 Edo 雨衣 days， 我在找图片。这次的商品视觉图上面有我，所以可以参考一下。我穿了一件绿色的小雨衣，现在在寻找它的照片。对啊，可是还没有修过，就是光很可怕，所以先不给大家看。不好意思，让你期待一下。下雨天，我们这边都没有下雨，只有今天早上下一点点，可是不影响，不怎么影响我的心情。基隆真的是一个很容易下雨的地方。都这么熟，不要熟啦！哎呦，就是因为太熟，才要给你们看最好的、啊。自己讲。开始，我把我的提醒关掉。
外送，那不是外送。最近台北热嘛，我觉得蛮热的。可是这两天因为下雨，然后气温又变低了。可是前天睡觉一度有被热醒，所以我前天有到，就是前天有热到让我开冷气，热到我的室温大概26、27起跳，我就是被热死的。嗯，我其实是个比较没有到很不能，对。可是我房间没有电风扇，我房间只有冷气。可是我不喜欢又湿又热。嗯，怎么办？台南是闷，我也不喜欢闷，可我也不喜欢冷，我什么都不喜欢，讨厌。我来看一下我喜欢什么，把珍藏拿出来看一下。啊，戴口罩快疯了！哇，最近都要戴口罩，所以我最近都不化妆。我喜欢你们。我想你们一直陪我，然后看我直播，耶、yeah ！陪我直播，喜欢大家陪我直播。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却出不来 ，OK， 要要。谢谢摩根的 love， 谢谢。谢谢阿当的 love，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谢谢大家，谢谢，爱各位。唉，这个。难过的几个月防疫的这些日子里需要大家陪伴，谢谢，不然边缘一波，快点来我的直播台避难。嗨各位，我已经要融化了，有大家陪伴，太幸福了，水融化了。对啊，希望下半年可以水顺，大家都可以顺利出门，像疫情可以赶快结束，顺利结束。希望大家的病情都可以好转，祝福各位，祝福台湾的各位，还有世界的各位。谢谢，谢谢大家。这个特效真的很好玩。融化在枕头里，这是我的抱枕，我抱着它，它才不会害我反光，不然这样子很容易反光。也还好，可是是有它比较不容易反光，而且抱着它比较舒服，这是有个支撑点。然后七月只好给开冷气哦，对啊，你们这样子之后不能开冷气，很痛苦哎。而且快要夏天了，拜托赶快结束吧，我不能接受不开冷气，太难过了。好了，还是可以接受了，为了北极熊，可能为了北极熊跟企鹅之类的。我要按到暂停。好的，讨厌夏天，真的吗？我比较讨厌冬天。硬要选的话，因为寒冷实在是太绝望了，所以冬天比较不喜欢，冬天 out。
现在年轻人的排名，辛苦各位了，礼拜二的晚上。今天的第十名，谢谢 CJ， 谢谢 CJ， 谢谢呀吼。然后第九名，谢谢鱼晴，谢谢鱼晴，谢谢。然后第八名，谢谢橘子冰，谢谢橘子冰，谢谢。然后第七名，谢谢暗红，谢谢暗红，谢谢。第六名，谢谢摩根，谢谢摩根，谢谢摩根，谢谢。第五名，谢谢阿当，谢谢阿当，谢谢。然后第四名，谢谢嘉吉桑，谢谢嘉吉桑，谢谢。然后第三名，谢谢栗子，谢谢栗子舞，谢谢栗子耶。然后第二名，谢谢小雨，谢谢小雨，谢谢。然后最后的第一名，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珍耶。出来了，爱心出来了，哎，星星星星出来了，耶、yeah, ，星星。等到最后再跟大家宣传一次，就是我们的 Puzzles 的标注活动现在还在热烈的进行当中，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 po 一篇贴文，然后在贴文里面，就是 IG 贴文里面标注 AKB48 Team TP 的官方账号、官方的 IG 账号跟 Hashtag， 就是那个井字号的 Puzzles Go， 然后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然后抽奖的奖品内容就是成员们亲手写的讯息，然后把它折成纸飞机，然后就是一个很精美的纸飞机可以送给各位，这样子。我们的 hashtag 活动需要大家支持，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把 The Puzzles 宣传出去，让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把这个乐团宣传出去。然后4月30日晚上8点在AKB48 TV 的浪官方账号，就是这个平台浪官方账号的直播中，我们会进行第一次的表演，最终任务这样子，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观看，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过300人观看，然后成功表演出这首歌曲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支持我们。大家就是为了这个表演就是花了蛮多时间，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好的，那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多宣传这个活动，让不认识我们的人也可以来多多看看我们。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的直播，然后之后会好继续加油的，我们下次直播见。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第一次看我直播的也好，或是已经看我直播很多次也好，希望下次直播也可以看到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辛苦了，加油，辛苦，那也辛苦，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的直播，我们下次见，拜拜，晚安，大家晚安，明天上班上课加油，晚安。